今次係咪第一次同阿軒仔合作？係啊，今次係第一次同軒仔合作。我哋之前好多年之前喺朋友食飯見過一次，但係就冇乜交流嘅。咁所以今次係即係工作上終於可以見到佢啦，同佢即係多啲交流。但係今次同佢就有啲感情線啦，驚唔驚咁陌生會有啲尷尬？唔會啦，即係如果故事。如果故事需要的話，都沒問題的。現在劇本看不看到有些很親密的動作？暫時都未有，現在劇本都是出了頭幾集，見到都是、就是、因為我的哥魏家雄就、因為他的關係所以認識到阿軒的角色，就、就是、初時 有些看他不起，就是覺得自己沒可能喜歡他，就慢慢就感情就 develop。 你們都沒有特地向編劇要求就是少一些親密的動作啦，咁樣唔會，冇，即如果故事需要都冇乜所謂嘅。但係阿軒仔都係有苦之苦，係啊，所以要避忌啲啊，都驚。咁阿怡都係專業嘅演員嚟噶嘛，我相信佢唔會覺得有啲乜嘢嘅。咁同埋我哋公司劇嘅尺度都唔會去到好遠。咁我反而即係我又好中意阿怡嘅，咁我都好想問阿軒仔阿怡幾時嚟探班，好想認識佢啊！即係我好中意佢做戲。有冇成機問阿軒？都好喎，即係偷私下問下問下佢啲演技啊，即係演戲嗰方面都想知道多啲佢嘅嘢。